三条鱼，是吗？你看这两条，完了这个是买的那个汤包一半。那哪个是你拿的呀？这是今早上你妈来给我买的，买的。那你就要做你这个呗。嗯。这么大的鱼，而且是一半呢。我爸又要下厨了，在我老家做拿手菜炖鱼。这俩孩子疯的。这手动刮鳞呗。嗯，对。咱不像人专业。嗯，咱俩可愿意在一起玩了。这是啥鱼呀？这是香鱼。这还一条呢。两条香鱼。这个一会儿你把它也收拾出来吧。我说后边放冰箱吧，让它吃不过来的。开鱼宴呢？开鱼宴。太大了，咱们能吃了吗？这个大锅做的就是不一样，你看看这个汤都泡白了，真好。香不香吗？咸淡不知道。让它咸点，淡了不好吃。咱这能吃到咸的。那你也不能整齁齁咸呢。我爸做的鱼马上就要出锅了。意味着我们就要开饭了。这鱼都碎了，应该老入味了。我嘴碎的。故意的。嗯，太大了，它进不去咸蛋儿啊。来。